多为千里。今日公安方子郭明兄是已回去了，老多走梦了，不必到金榜之上天公会会上事好。哎呀呀呀，好脾气呀。哎呀娘啊，看那里一位小娘子，看他真正地那是儿夫人。哎呦，他不懂人意，害他也有赏你与他稽查，开他亲王。小娘子等一，客官何来？和尚行方而来，也是啊，匆匆客客，如今下命一载，生日啊，穷将牛爷。啊，你要吃茶馍？你的真是一吃个个数，人的有失的不必。哎呦，哪个不家伙啊，王妃杀杀和尚个可个儿一碗，带我进去去了。都是小娘子，你是真的吗？你站在此不要多慢，我阿哥懂个家，此言不及与为刚若若是我也别落子哥哥家跟啊。哎呀娘啊，把人小娘子叫和尚你那给他不要懂啊，我张文云正在有意不不哦信进去，亲人。
下的时间把这个卷子No 还这么记得想吃，啊，觉得有点不要想。啊，海娘和尚，俺到个门口落了，哈落子吧。是的。说是的个。是的。是的嘛，来来来来，把客气进去个说。坐那落里，哎，坐那落里，坐那落里。是要放了不得。哎，徐子方啊，我三个兄弟们要帮着讲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烫的啦！爹，你帮的是男的呀，哪个人在逼婚不逃了孩子家？是蔡通的。哦，啥是公婆啊？这个是起来一夜三娘子那栋后子啊？不，嘿嘿。是风楼，是风楼，嘿嘿嘿，都这样子。哎呦，汉叔被报上亲，哎，嘿嘿，这个小娘子，这个叔啊，还是玉山人，还是南京呀？哦，不对的。那这个嘛，嘿，是龙子，啊是啥？要不这个，那这个嘛，哦，一定是碧龙村，碧龙村，碧龙村，哈，碧龙村，春色碧龙，哎，不光说一下，你的书啊哈。哎，嘿嘿嘿，这个三娘子，这个是还是天禄四年还是后世啊？又不得个，不得个嘛？对，是进士。哦，啊是噶，是噶，又不是个，不是个嘛？对，一定是后世世。你是，嘿哎，怪不得吃那紫玻璃啊，地面面来这个好吃。哎呀，原是谁说金丝里都不肯开口。嘿，这个小娘子吃啊，还我这棍子拍个年，拍出来滚个家。哎呦，光顾吃肉的忘记他下肉子。要你死哟！可是要条狗，哪个要你死哟？要条狗，你眼睛。
那讲个话。我是被你睡了吗？跟那哪里？够吃肉，到忙见夫郎真心的。是你。哦，真是你。你。啊。你。哎，你呀。哦，哎，你呀。哎呦，哈西哈西，那家伙啥呀？是你的。啊。不，是错的，是错的。请问。夫郎，我有啥人啊？我有家母。啥？我有一把锁。我不亲。我领着来亲娘。哎呀，这是亲戚的娘和三下属。不在家中。跟那早上夫妻咋？亲戚人家去了。哎呦，这是走在哪里哇？哎呦，你到房子那卖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快快快！我来亲娘来噻。我上哪里给他下药去？哎，我上哪里给他下药去？嘿嘿，娘来噻，爷来噻，拿我骗出门来噻！一边我五阿皮皮的哥，儿啊，开门来！母亲回来了，啊，母亲！不。都别哭，你你上日水春风，我咱们有什么吹风双臂月，那小娘子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哎，今朝我出来抱抱躲躲，今躲出个样好事来的，别去过里，吓得我急了门面。哦，左边是当伞，右边是枪哩。哎呦，还有一个门哩，这是一记清上盖，第一三八字，每把扎枪来，来，哎呀，跟来是啥个意思讲？啥？哦。不得叫和尚们在这地来吃这肉，也来搞，也来搞，这个肉也来吃搞。